我会好好享用的。为了说出这简短的一句话，酝酿了一段很长的故事，在上天许诺之地高场，这里阳光充足，风调雨顺，农夫勤劳的汗水汇集于此，人们用正直淳朴的心打造了这一切，上下农园来到您的身边。如果您亲身来到上下农园，亲手培养、制作、品尝，就会一一知晓，绝不放弃美味和健康的原则，绝不放弃乐趣和舒心的过程，因为吃就是生活，这一切都为了您的生活。做、玩、吃，这里是上下农园。